端午佳节、端午节啊，咱来看咱慈爱教养院的小朋友们啊，来提供一些粽子啊、礼金，来向他们庆贺这个中秋佳节，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过节的喜悦，让他们能够快乐的成长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张院长哦，这么辛劳的啊，在这里照顾我们这一群小朋友，真的非常感谢。非常感谢我们林市长哈，就任以来是对我们慈爱教养院的彰化的社福团体都很关心呐、啊、哈。那也感谢这次为了来关心大家呢，粽子来给大家，还有加菜金哈，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端午节。好，谢谢市长。谢谢我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市长。